第七题，大熊在还没走到空地的远方，就可以认出胖虎正在空地上用他那独具个人风格的声音在做发声练习。大熊不用走到空地，就可以分辨出胖虎的声音，主要是因为声音的什么要素不同。我们上课提过，音色就是声音的特色，我们可以闻声辨人，就是大家的音色不同，所以这题答案要选的是音色。第七题问，可以分辨出胖虎的声音，主要是因为声音的什么要素不同？我们答案选的是 C， 音色。